这都是新进的吗？还是什么？新进，昨天晚上刚送，晚上刚送。就是现在是不是口罩啥的，现在还不受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不太受影响。就基本上还是能保证。那价格有变化吗？现在？价格还是，反正十几块吧，一直就这价。十几块钱一包？是20块钱吧，十几块八嘛。这个是多少？十个。十个的是吧？对对对。嗯，这两天不是这两天货呀增加了一些，大概有多少？这个没有确定说，反正这两天要多一些，这两天下单了，然后来买的都多一些。你好。哎，你好。口罩什么来的？口罩19块8。啊？19块8。19块8，给我来一包十个是吧？对。来个20包。来5包。那个您好，我想问问您怎么突然一下子买这么多口罩？因为我们是酒店宾馆嘛，我们现在储存一些这个物资吧。嗯，因为今天不是那个新发地这一块又发现有的咱们这一块酒店这一块做好一些再更严一点，因为这是最缺乏的物资嘛，咱们采购一点啊，备用一点。一定要提前储备一些物资，怕不够。对，怕不够。就怕万一过年前用不上，都用不上。啊，一共多少钱？别的不需要。大桶的酒精有没有？没有吧，都是小桶是吧？是小桶。哦，那就行，那就不用。